你们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经常自己做饭吗？做米饭吗？还是？我不做米饭。我非常少做。我会做好多菜，我给你们看。看，红烧牛肉。看。哇。感觉油挺大耶。对，其实是。是不是有点特别像成都人那边的做法？那也还挺能吃。辣的。看着好有胃口。我们还做过拉面。就是跟自己擀面条，就我拉，我这个可以。我看大家都多才多艺。我们刚刚在讨论在国外做不做饭，你做吗？我做，而且我真的是从零，就是做饭技能到就是，就是能吃，能吃了。哎，这有没有谁是这个之前没有去过香港的第一次的？第一次。哇，原来有三位啊！对的。这个我们请三位没有去过香港的同学，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他对于这个香港的印象是怎样的？废话，没去过，这谈什么印象？不是没有去过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待会儿再要去了之后，看一下究竟是有落差，还是说是有没有这个超预期？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好吃的。哎，就是按照我就想，我觉得这个。你从 PPT 上面看到的，你到香港你最想去吃什么呀？最想吃什么？可是港式餐厅，港式茶餐厅，对，餐蛋面，餐蛋面这种的，也许我没有吃过。奶茶，丝袜奶茶，哎，真的有很多，我觉得，你赶紧列，列了之后的话，这个陈绿回头就到香港请大家吃了，然后就是挑那些贵的可以先讲。但陈丽没带现金，要我这儿买单。聪明。我的嘴巴里想开空调了。就像我说普通话一样。对，但是这个你说普通话加英文，就是大家没觉得你普通话地道，但你说广东话你不会的才加英文，大家觉得你广东话还挺地道的。那 Kimberly， 你来这一段时间，这个中间回去过香港吗？有回过一次，回过一次，借书带了两本书回来。哎，那你就是刚刚正好聊到这个香港吃的东西，你自己在香港，如果你要给这些实习小伙伴们推荐的话，你会要推荐什么？沙田鱼干。什么？沙田鱼干。沙田鱼哥。啊！带我一个鱼干。我没吃过。陈绿带我们去吃吧。大围沙田的不是有那个鸡粥？我也没吃过，要不陈绿带我去吃吧。哎，你眼睛，你刚才睡了吗？那挺好，就我没睡，但眼睛睡觉，你会不会觉得眼睛干？会。会什么？眼睛干。哦，对啊，我就是刚才看你的眼睛好多红血丝，所以说才问。而且我睡觉还眼睛还闭不上。是因为太大了。反正我就会有一条缝。那你是小时候闭不上，长大就好了。长大就脸小，脸小。你会感觉到有光进来吗？不会，就是不会黑眼球不会漏，就漏的是白眼球。那我觉得是因为眼睛太大了。下次可以给你表演一下睡觉。好，我也想看。好，我也想看一下。就是因为按理说应该这种、我们是多久啊？就一共时间，你说什么时间？汇报的时间，汇报45分钟。哦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句是吗？但你觉得这就是刚好天哪，我觉得我今天不用睡了。没关系，明天上午就解放了。我明天11点就解放了。你这么说我真的是好安慰啊。就是对啊，突然想只要熬一夜了。服务了，11点就解放，天哪，还没有搞 PPT， 你弄的那部分就是整好了吗？还没有，我还没有干完。其实你整完了 PPT 可能就快了。但我觉得还是要先看合同。
感觉像在看天书。德华，刘德华，刘德华吧，刘德华，哇，刘德华，可以。哦，他还会摆 pose 了，还是你抓的？我抓的。哇，他在攀岩是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吊球，荡球这样，他们惊讶于你的盛世美颜。谢谢家人们。冰好了吗？哦，他们还在里面玩呢，我们刚从里面出来。我们进去看一圈他们。进去走一圈看一下他们。你要进去逛逛吗？走。那刘律，我第一次你面试我的时候，就是当时陈律就对我挺凶的，我觉得。然后，但刘律你就一直那样微笑着，然后这样拖着腮看我，然后姨母笑，对，真的特别像那种老母亲在看小孩一样。哎，男生们跟你们住在一起吗？也不住，但是男生住在一起。男生住在一起、就是。对对对，女生是分两个地方住。哎，我觉得要拉一个资格带教律师和小朋友们的大群。可以啊。对吧？照片就可以直接往里面拽了。面对面进群、哎，发我第二张，谢谢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了。人律名字叫任九爷。对对对。注意吗？辛苦了。Good job。我在下面为你捏把汗，但是我们结果很好。啊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做得很好。哎，已经很好了。已经这么好了。不是一场那种水银泻地的酣畅淋漓的胜利，但赢的还是实至名归。表现得很好的，但是我们后来，但是我们结果很好。我觉得能够坚持下来，就真的很厉害。对，而且做 reply 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更好的。对，法官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表现没有很好。已经很好了 ，K。我也是哑口无言了，我都觉得。所以你就是还能回应他，真的已经很好了，我感觉。前期问了好多那种问题，你心理素质好强大。